杂志写东西。啊，是吗？对对对。哦，这是这个伊卡呀。伊卡，伊卡是意大利虾。左脚，对对。我离开了。我知道这个。来，你收钱。他那一只架子收起来，谢谢啊。那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二月、三月、四月跟我三个月的时间，我都会在台湾，就是见很多人做面馆，就是跟印尼人做面馆，台湾人做面馆，所以全部都要努力。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找，就是印尼，就是在台湾的印尼学生，或是台湾的学生，所以就是印尼。你要找外劳吗？面谈可以就是书店的书，所以出比较便宜。英语也写英语文，或是听华语写华文。哦，好。因为我华文就是阅读能力，英语文阅读能力都可以。但是我要就是要省时间，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。我如果自己 transcribe 的话，我会花太多的时间。啊，那就罗练心 transcribe 好了。那你可以帮忙吗？要讲什么？帮忙打打字。对，所以我可以，我可以付一个服务费啊。对，所以你如果可以把我招人，就是做 transcribe 我忘了怎么翻译。逐字稿，逐字稿。不是翻译，就是就你听印尼话，写印尼文。哦。就是听印尼话的录音，写印尼话，就是写印尼文。我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找他们啊？哎，雅婷哎，没有啦，我们到时候会找啦。因为我看你要不要做、啊。学生可能会有时间做。学生会。而且很多学生照就是兼职工作。会、嗯、会。如果你要招学生，我也有。好啊。我们太好了。在台湾，然后进大学，可以找他们。对，我会付一个学费。Thank you.
这个倒没有做。但是你的台语在哪里？台语。台语就是好像只有这样吧。重庆话啊。福建。所以你还在加里曼丹巴拉认识福建啦？在加里曼丹。所以在加里曼丹巴拉啊，基本上是巴哈沙福建，哎，没办法。还可以，对，我可以加点，那就会把我省很多时间。
而且因为就是这个就是 how do I say I have to use professional academic methods with, in which case you have to document everything、okay? so all of my interviews must be documented which means I have to have the tapes, I have to have the transcripts otherwise it's not acceptabl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level、yeah.就是田野笔记，就是全部都要逐字稿。Yeah. 在新闻采访也是常常会用到这个，就是逐字稿，全部都要。Yeah. Yeah. 这个太复杂了，可能比较简单。对，所以，我就是我二月份再来台湾以前，我必须要先知道，如果学生帮我做这样的工作。那个服务费要多少？因为我先要，我要准备，因为我自己要出钱啊，所以我要准备，先准备。你知道打逐字稿要多少钱？他是怎么算？他是算一个小时，还是算他工作的时间？真的是应该算时间。算是是算他打的时间，还是算那个声那个录音的？我帮问一下。逐字稿怎么算钱？逐字稿怎么算钱？通常怎么算？那我本来想说问直播有没有人知道，谁知道逐字稿的费用怎么算、啊？请问有人知道逐字稿费用怎么算才合理吗？欢迎在下面就是给我们回答。字数啊，我们现在问一下在直播。算打出来的字数吗？字数应该比较合理。字数比较多，比较大众。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是要筹备明年的，对，所以我想就是圣诞节到跨年，就是我会来台湾十天，可能两个礼拜。然后我如果当时有机会认识一些学生，我可以就是跟他们安排好，所以我二月份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开始做。当然时间没有这么长，还有时间，我觉得还有三期，我就律师就还好。是像这个。但是
相信就是对任何他就他也算是回答高知识养分的问题，因为这是律师来说的，他说他觉得坐在这边他承担很多，他知道他的责任，一方面可能一方面他也提供不了什么实质上的协助，所以就是他想去答辩，你也没想到这么麻烦，那是要说的。提早跟我讲，要找什么打扮穿着。哎，你要去搭车啊？那你应该差不多要坐捷运啊。对啊，今年没有。好，有什么事再联络。好，谢谢你。
公投，一公公投，你要对着对直播，他可以对直播宣传。请问你在干嘛？在推动义工公投。因为我们的摊位太小了，所以必须出来这样子行动投票。这个大姐其实就是鼎鼎大名的陈副长，我们在直播。我把它散了。KTP Thank you.
很遗憾。恭喜你，妈妈爱你。阿妹，你老婆嘞？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啊，合约到了吗？看到肚子了？啊，你心里要当爸爸了。明年一月。啊？明年一月。明年一月啊？哦，是嘞。恭喜你。对，阿里合约那里是收到期。Thank you.
Sembarangan.